好了，老卢台长你好。你好，我是52年10月份属龙的。身上有没有灵性？身体上52年属龙的是吧？对。哦，你有。哎，你腰不好。哎，对。嗯，你还有便秘。有一点。好了，你这个人还不错，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好吗？你就是心不定，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担心孩子了，担心老公了，担心什么都担心了，对不对啦？是什么颜色啊，卢台长？哦，是什么颜色的龙是吧？是。哦，你的颜色是偏白的，你以后要穿成白色的，你会经非常 lucky， 就是非常幸运，你听得懂吗？如果你不穿成白色的话呢，穿这种黑的呢，你不是太幸运，明白吗？是白色的龙，但是不飞得不高，而且这条龙很短，所以你的脚一定很短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儿子81年5月份。不能问了。属鸡的。不能问，只能问一个人啊。好了，老妈妈啊，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啊。